加水的，这拿起来应该比较快吧。太赞了，200分。叮叮叮叮叮，是他这个手。我们有什么可以垫在下面的？就是比如水喷出来，下面还有什么可以吸的？喷出来，它不是有那个水槽吗？水槽不是水槽啊，就是。它会喷出来啊，干嘛的？是防火，也可以当防火垫之类的。那下面不是有吗？那下面就有防滑垫那个。就直接烧起来啦！哇塞！喝茶，喝茶。喝不喝茶？不一样。我感觉喝起来也不一样。哇，用了这个泡的茶，怎么都变不一样啊？你会不会泡面泡下去也变好喝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比较早喝啊。可是我可以小分量泡啊，我不用一次泡一大杯。